不好意思，双副，您是再请教一下，现在世界各国到底有多少个国家目前是已经环打 AZ 疫苗跟部分环打 AZ 疫苗，维持施打的又有哪些国家？谢谢。好，目前我们知道的这些暂停施打的这个国家，大部分都是为了预防措施啊，不一定说有确定说这个。有已经这个确定说这个他们的血栓跟这个打疫苗有关哦。那我是有追踪了，但是这个你们自己查就好了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